材料清单：龙虾、蒜头、葱、油、生抽、盐、鸡精、料酒、粉丝。龙虾洗净，粉丝用水泡软，龙虾头和身切开，身体劈开，黑线置于泡好的粉丝上。注意，粉丝可先用热水微烫，加少许生抽、鸡精、盐拌匀后再入盘。若粉丝泡水后已经很软了，就不用烫热水，可直接装盘，因为本身容易软烂的粉丝，烫热水后再蒸容易糊掉，所以这步要根据粉丝的质地取舍哦。接着把蒜蓉、生抽、鸡精、料酒调和在一起，浇在虾肉上。浇汁的时候，虾肉反应的好厉害，虾肉抖动了十几秒钟，看来神经还很有感觉。来张对比照，细细浇完汁的龙虾比之前弯了。然后上蒸锅蒸12分钟就好，锅里放两勺油，龙虾撒上葱花，油烧到七成热，浇在龙虾上，然后就可以上桌了。